是可能。那么好啊，啊，希望着上天的恩典，那么咱祖师的风烛，师尊师父留在人的大德，哦，咱老前人五代弟子，那么咱前人的祖辈。将读书的习惯，加上咱对前人大家不弃，因此互相的啊，到这个再一次呢，有这个机会啊来向咱对前人大家啊，大家长年经历，我感觉讲非常的庆幸。那么呢，啊，而且感觉讲非常的畅快，因为我在做较浅，那么对道理的研究也非常的浅薄。如果呢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如果咱讲了无可能，那么慢慢啊，咱也是。啊，咱啊，去年啊，甲各位组长甲追荐人在顶，会当甲学校呢啊做一个引导啊，甲指教。那么呢，学校呢，也啊有一个题目，啊要来咱追荐人在顶呢，大家互相做一个啊研究，啊甲来探讨。那么呢，学校的题目啊就是呢，惊要古老母同在下落。天道心难，分道心路。哦，那么呢，咱就入住呢，吼，伊甲咱讲一句话啦。伊讲物竞之争，以我之争，妙合于民，天道心难，合天道心路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咱知影，既然讲是以我之争，以我就是在讲。互相无益，吼，阴阳阴阳加阴，吼，互相交合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自我之间也就是阴阳合合的吼。自我之间，吼，啊，又讲着物质之间啊。除了讲
甚至讲，哦，咱少年妈妈已经讲教育甲英文的程度，哦，这就是讲哦，即、这个科学的即个进步，那么教育也随之在进步啦，哦，那么有咱唔捌代志，哦，那么慢慢互咱呢，哦，认识讲哦，咱代志的来龙去脉，并且讲哦，讲加强咱人事物的即个了解，那么顶顶加强是咱哦，身心生活上。哦，乃至讲咱学业、大家事业，哦，诶，即个发展啊，甚至讲咱家哦，身家立业，那么这段期间会使讲照顾甲无微不至，哦，甲咱栽培了对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互咱比如讲，以细汉的时阵啦，哦，那么互咱咧啊，会使讲是真好动，所以好动的囡仔一定哦，拢做爱讲安尼去学行，啊，学行就是讲哦，拢爱安尼行来行去，啊，地来地去，啊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嘛是真爱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但是啊，哦，好动的囡仔哦，又去爱好哦，啊，实在讲个，嘛无可奈何。所以讲哦，妈妈有一届，就是讲，看到我讲不简单，讲安尼静静伫遐，啊，拢安尼哦，讲安尼闲闲就对。所以妈妈嘛，当我讲非常的这个奇怪，所以呢，就惊叫我爸就生病了，啊，即摆呢来问我咧，头下遐讲啊，已经是发烧了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妈妈嘛非常的着急啦吼，因此呢吼，伊就讲排紧排，啊甚至讲哦，多发排咧安尼吼，欢迎啊，非常的这个着急，心的着急，啊来这个做医生啦，哦，那么呢，咱注意这个排咧，哦，当咱做住你妈妈啦，做住你天哥的妈妈，相信讲哦，拢有类似的经历发生啦，所以讲咱做主妇的啦，当然咱就是，哦，讲应该爱去孝顺。没有了嘛，那么这个当然是不行的嘛，还是不要注意的、啊。所以讲嘛，所以讲以后天来对哦，一旦来讲，身体方面是其无恙。那么不敢不伤，好之素养，入心应格，当然医者医也好之重要。所以讲哦，咱以后天来对哦。
所以一般人来吼，尤其是即摆个时下个年轻人，即摆个少年人吼，伊拢会就是讲我欢喜就好啊，吼，我若做任何代志，我欢喜就好啊，无管你讲吼，讲有道理到无道理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讲主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，吼，咱先讲讲话，咱就对外口吼，诶，大家多看一点，安尼就知，啊，不是得来不来，叫起来吼，所以讲话就拢无。拢无迄落，拢无迄款哦，人族的迄个心，迄款观念，我也唔欢喜好啊。你看我袂顺眼，我就离开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哦，所以讲，因把迄个西老的事，哦，把迄、那个哦，成就外国，因的认定，就是讲，如果我以后我若再来西的时阵哦，二十年后，就是我一条好汉。所以讲哦，因对人生的这过，伊就无较无着重这个。灵性的这个存在，所以呢，咱若要讲讲，除了讲肉体以外，咱搁再来讲灵性。那么灵性伊是超越着时间空间，哦，那么伊是无形无相，伊是不生不灭，那么伊是永远存在于这个范围当中，哦，那么迄个就是咱先天老母所赋予咱的迄个灵性，迄、那个本性。如果若安尼讲的话，那么若安尼讲的讲，咱就是。老母的分离，那么既然讲咱是老母的分离，那安尼讲的，咱是老母所生，那安尼是咱是老母的祖母啊。既然讲是老母的祖母，那安尼讲的讲，咱敢是本来咱生的，哦。那要搁讲咱深一撮啊，就是安尼啊，讲咱敢是本来咱生。如果呢，咱若是承认讲，咱是本来咱生，哦，那么呢，如果呢，咱有些一般的啦，我们人家都承认讲，我是本来咱生。那么为啥伊今日讲吼，亲像讲咱玉祖莲大师啊？那么本来咱玉祖莲大师伊嘛是一个凡人啊，哦，伊来出世的时阵伊嘛是一个凡人啊。所以讲吼，所以讲你若看伊是咧挂茶咧，咧卖茶，结果吼，伊这个伊这个迄落，算讲客栈的吼，有人讲要去订茶，所以伊就搭茶，爱卖迄个客官人客官，结果卖了又出来时阵，哦。那么呢，就去听着是人个啊，伊咧讲迄个金刚经啊，就咧背迄个金刚经，所以讲伊听着这个金刚经呢，哦，来讲咧，一问经义啊，啊心是太大，哦，因此呢，伊伫迄个甲龙母，会使讲非常的这个吼、哦，较遥远的所在，那么呢，买来到，哦，会使讲用行路，啊行三千几公里，那么呢。哦，来到这個，哦，咱这个五祖，哦，的这个所在，那么呢，伊跟咱讲，伊讲咧，伊求做我不求疑问啦，哦，我今仔就是讲，我要来做你娘，那么其他我拢无来，哦，那么呢，会使讲这种的这语气啦，哦，非常的肯定啦，非常的肯定，哦。所以讲呢，咱要做面来说，会使讲，伊，吼、哦，对于这个做好的工作，伊是非常的这个肯定，吼、哦。那么为啥讲咱靠人家来承认，讲咱是本来关系？那么如果咱若讲人家来承认，为啥你讲吼，咱今仔日，吼，有着到以后，咱会亲口说出来，吼，甚至讲呢，吼，咱会承认啊，咱会突然突然心酸啦，吼。那么呢，所以讲，咱承认，甲你讲，伊讲呢。讲哦，咱大家是一分钱三世五分，那么诸神今年来转世哦，哦，那么呢，是呢，哦，搁再讲，因为有心愿在，所以呢，哦，以三千万今年大开普渡，哦，要来救到咱天啊，咱有缘的这个祝福，哦，那么呢，有啥物讲，咱家有家的心，讲咱是本来转世，哦，这那是因为咱。在六万年来，哦，伫这个六道轮回当中，哦，受到寂灭所苦，叫所灭的原因之一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先天老母，
亲像迄亲像共款啊，那安尼咱伫家内底反应应该是啥物呢？吼、哦，那么咱是毋是讲会食粉咯？讲会食粉来讲，为啥物我较无亲像？你敢会讲我无亲像？亲像迄个，吼、哦，亲像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野兽安尼共款，吼、哦，那么吼、哦、是毋是讲吼，我要甲伊修理一番就对啦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是来讲个。非常矛盾的原因的所在就是这样，所以吼，咱先论哦，以前恁来讲的，讲的讲，先论本是凡人者，只见凡人心不坚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咱老师来讲讲，修德心性，吼、哦、啊，心诚则天道，心恶则地狱，吼、哦。咱要上天道，要到落地狱，要成仙做佛，吼、哦，要，咱要吼成仙做佛啦。心魔要做对也好，完全的是咱在自己呢，家己去做，家己去想，也家己去想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而且呢，绝对吼讲茫袂记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咱先天老母所保护咱，迄个就是咱的本性，就是咱的吼、哦、本性，吼、哦。这点吼，咱一定呢爱去来肯定，吼、哦。爱今日拢有机会到，咱尽量爱去肯定这点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伊在咱内底，伊是体用。所以呢，因为佛法啦吼，曾经发现这个吼，老母这个本文啦吼，那么呢，老母啊，那么伊就在倚天的这个所在啦吼，那么发现讲天已经暗，吼，那么呢，吼，凡人接受天平啦，吼，那么呢，讲伊就靠伫迄个窗户边啊，吼，那么伊就一直咧想讲，咱这个观台住，为虾米讲吼？靠后尾过几天，他们老母同在啊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吼，讲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吼，所以讲吼，我呢，有一种的这个感受，吼，感受的这个地方啊，咧，欢迎大家啊，用心啊，共同来做一个啊，研究甲探讨。那么呢，咱今仔日，吼，来得到这个一贯天道，那么呢，就是讲互咱先进啊，如何修啊？那么一直接就是咧，就是咧贯彻咱人性的这个吼福报，吼讲人性的福报。也是咧讲吼人性核心的这个天道啦。那么呢，吼以这个天道，咱今得到天道以后呢，吼那么呢，咱。而且是毋是讲吼，在凡人的当中，人心不古，咱讲人心不古，世道败坏当中，那么咱是毋是呢？吼，天道伊的重点也是讲吼，肯定讲吼道德的迄个重点，吼道德的重点。那么
内底吼，即、這个李仁篇啦，伊所甲咱讲的吼，那么当时就是讲孔子伊来交见着曾子的时阵，那么伊有讲，伊讲，参哦，我个一管事，哦，那么这也是讲哦，曾参。即、这个孔子咧来交代的时阵，那么伊就来讲，并且讲吼，伊咧哦有过来甲解释，伊讲伊就是贯通一切，一切即个事物啦，一切事物即哦，拢会使讲吼，无迄个不懂。
抓不顺边啦，哦，就是讲咧，讲主角哦，那么伊袂当咧哦，变成着我这个哦新款的这个传奇。可见哦，咱讲伊款是平平拢是哦，大家拢有听过，但是呢，这个伊有关这个伊这个本体的是上上，你是不是会当去来领会，还是不是会当去来解悟？那么未来咧，伊这个心情上哦，那么有所不同。所以讲一贯的音，不是讲用英语甲文字会当去来哦，去来了解伊的实相体。那么这个音，就是讲哦，天无难啦哦，系这个观想的代表。那么呢，啊就是讲哦，难啦，伊也是讲是万物之灵鸟，那安尼讲起来哦，是动物迄、那个哦，万物之灵。是道德的这个道理，那安尼讲起，一就是吼咱哦万德生活的这个核心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哦了解讲这个道体以后呢，哦，那么呢，咱爱了解讲哦，伊的这个用处，所以讲呢，我第二点就是讲，讲一贯即是体用。
交条湾的批了。
来往嘛吼，啊所讲讲吼讲哦心印心印来往嘛，所以讲呢，这个心心相印哦，他嘛会当退避的，所以呢哦印主啊哦，他嘛来当释迦主啊，伊就知影啊已经呢哦已经被释哦，印主呢哦伊当相约伊个亚华得主他呢。三高呢，伊当伊就来无共这个
嘛是心头的吼。哦，伊嘛是会当，就是讲吼，有哪唔定讲是要教导伊话，甚至讲啊，地位会当较高超的，哦，伊会当去得到，哦，这个祖师的这个心法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法嘛是吼，同款来讲，就是要刻意要减负咱自身的这个意愿，哦。那么伊的目的也是要实现咱本来的这个愿望之一，哦。所以呢，哦，有一句话在讲啊，讲呢，哦，心法通，万法通，哦，人一定啊万事变啊，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啦。所以呢，咱佛祖所在咱开始的讲呢，讲迄个。分体分身的物件，哦，完全就是咧讲迄个分体，就是讲一，哦，所以讲啊，讲，所以啊，我们家哦，这里边，这里先结论啦，吼，咧讲，因为吼，讲起来讲，识车啊。讲话时阵，好、哦，即个独立啦，独立生活，好、哦，孔子是安尼讲。所以讲吼，有一款
人啦、啊，嘛是咧讲心肝脾物件，所以讲心理拢来化成一个等号啊，哦，这几样代志爱来解说的。所以讲咧，我今天哦，以迄、那个哦，即个我姐夫姐夫哦，伊有来解说这个心肝哦，诶，即个，那么讲心呢，就是哦。内底所有的成分有下公司的这个规定。
而且也当吼做做你的决策的，哦，做你的决策的，哦，所以讲，那么这就是等于讲吼，咱这哦，会当心有讲意意志，啊个意志，哦，这个意志啊，意志，甲意向，哦，啊三十秒意志，安尼。所以呢，哦，那么伊的重点就是讲哦，你这意，哦，这三个关键就是讲，你这意内底哦，要咱做一个统一的思考，先有是意见，哦，那么意向交互外，迄就是意见，这就是讲哦，心与心的一个概念嘛。那么既然讲有这个心，那么心放伫咱人内底呢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伊有产生什么作用呢？那么呢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我也就是讲哦，既然讲咱人这个心有三心嘛，哦，讲有真心、有道心、还有迄心。那么你这个心内底，当然就是讲哦，讲血液的迄个循环，血液的输送哦，就是迄个心脏嘛。所以心脏伊是无意念的，所以无意念，哦，伊就怎个，哦，怎个挂伫迄个真心内底。所以讲，以咱人。心分这两种，一种是真心，还是一种是道心啊？所以讲，人心不动，哦，各无异念，哦，虽然讲看大家表面，哦，大家拢足善良的这个心，哦，一面啦，哦，但是呢，人人拢有无同的这个心嘛，哦，这就是讲大脑作用出来的心嘛，哦，所以有时啊，咱在讨论一件代志的时候，大部分呢，咱拢着重这个意见的这个沟通，当咱意见呢，哦，来沟通了，但是啊，咱较有去相会，讲来咱表面上是咧沟通。意见如果若袂当，感觉
书意挂钩。
吼、哦，所以即款人吼，最好嘛是属社交一种，吼、哦。啊嘛，在二个方面，就是讲较着重于即个声势，吼、哦，欠力，啊，就是讲，吼、哦，伊的走向就是讲较重即个要求啦，吼、哦。啊嘛，探讨无厌，吼、哦，并且伊会去，吼、哦，争权夺利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咧，吼、哦，舒心，吼、哦，挂钩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。所以讲，甚至讲，咱今仔日吼，伫旧道后，咱有咧想啊，
同解就来讲哦，你唔通把迄个心抛在脑后啦，唔过呢，咱讲把迄个心哦抛在脑后，啊，任由迄、那个哦，咱迄个脑筋啊哦，啊来动摇，哦，这是哦非常哦唔对的哦诶代志啦哦，所以讲哦，咱世间哦时常有咧讲来讲咧，讲洗脑是句话啦，咱讲洗脑，讲洗脑，就是讲哦，从迄个百个物件哦，啊个。改变就好，吼、哦，啊、就是讲新陈代谢啦。换一句话就是讲哦，先的这个思想嘛，当改变就好，啊，后的思想嘛，当改变就先的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虽然人环境的这个改变，吼、哦，在环境当中有改变嘛，吼、哦，啊有变化，所以讲咱的心是会这样子来改观，吼、哦，就亲像讲地球世界的迄阵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咱就看讲哦，日本迄款古武的思想，甲德国迄、那个哦纳粹主义的迄款迄个思想，甲大陆哦，伊迄个十大内底哦，迄、那个国家的迄个防卫兵哦，迄、那个防卫的心情，大家咱来想来哦，因拢是为了翻译啊，为了第二，所以做出迄个无人性哦，残酷屠杀的。那么如果咱心也是心有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就是讲咱哦会使咱人个意志会消沉嘛。那么这样就是我们讲快的一种哦，即个洗脑的方式啦。哦，人讲呢，近朱者赤，啊近墨者黑啦。哦，迄是华人咱个人出来，莫怪讲哦，从过去的这个哦古代的信仰，伊就甲你讲讲人先人后啦。哦。可先可恶啦吼，这就是人心意义啦。哦，因此咱来看，个人讲，咱要改恶向善，卖当哦讲个哦改邪归正。如果咱也袂当讲进一步会当呢吼，搁再讲去找着咱哦救命的迄个落脚处的时阵，哦，那咱要怎保证讲咱以后呢？哦，要怎哦改恶？要怎呢？改正归邪？如果那呢？而且咱呢？放松啦，大家讲啊，我做唔对，啊，我就来悔改，啊，悔改了吼，搁再犯错，啊，犯错再来悔改，那安尼敢有效果咧？哦，这就是哦，咱所讲的讲哦，老作用，迄个人心摇摆变所致啦。哦，所以讲咱心多心少，虽然讲哦，人心甲道心，伊是哦，有人心甲道心之分，但是哦，伊毋是分头别立。因两个心哦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本源、本性、迄个本源的迄个作用，迄个本心，伊来通过咱这个大脑去做实践，哦，那么另外一项就是讲哦，迄个本源，哦，本性、本源的迄个作用，但是呢，伊受到了呢，哦，气力所分配了所变，所变呢，进入了迄个大脑作用呢。独断自行啦，所以讲哦，咱讲天同甲地甲，天同甲地甲之分，完全是讲咱用心的这个方法上，哦，那么呢，伊的作用来做决定，哦，如此呢，哦，咱来说来观察着咱迄个人心，哦，那么迄个脑作用的迄个人心，哦，人心咱。迄、那个咱讲野马的迄个心啦，来奔走的咯。那么恶露乱想，哦，认为讲，迄就是咱认为的这个正行为，哦，时间的话，那么永远就是咱所讲的讲哦，正非主观。所以正非主观就是讲哦，正照你这个花来计呢，哦，正了有花啊。如果你正是走心，正了就无花啊。哦，那么同款的最难心。买落去啦，水若落的时阵，敢是呢？买煞变，煞变吼，迄、那个迷糊了对啦，你看袂清楚啦。哦，因此呢，哦，而且，哦，拜人讲啦，讲哦，这就是讲虚化过境啦吼，虚妄不实的物件哦。那么咱修道人，咱应该来去了解讲，世间就是安尼啦，世间就是。花点点，希望不懈的物件。那么呢，咱应该呢，爱去了解讲，世尊以前已经甲你讲了，讲呢，应
那么呢吼，这就是吼，咱过去吼，先做伊曾经甲咱讲讲呢，讲有道义主人之体啦。心态是不是讲？
伊嘛是哦，言行尽忠，就是讲伊对迄、那个哦，统治哦，会使讲非常的强啊，哦，高压政策的迄个统治啊。但是呢，嘛是同款哦，有人要来刺杀迄个金枝玉叶的大有人在哦，嘛是同款有啊。所以讲哦，咱咧讲管就是要管人嘛哦，其实哦，就是会当关心啦、啊。有影，那么咧，咱来想，社会来讲吼，这个社会的这个吼、哦，法律定价这样来周全吼，有一天咱人来宣布讲吼，这个法律吼，拢来开吼，来取消的话，那安尼吼，咱人是不是同款吼？有咱用种乌龟吼，十五条来下做讲，所讲的讲吼，循规蹈矩，循规蹈矩的，讲咱是不是大家拢款？教育吼，教育有规安尼吼，安尼自然安尼，迄个时吼有真大个问题存在。所以讲人为啥物较有爱吼，即法律来甲咱管，因为咱人是活的，所以讲咱人是活物啊，吼为啥物咱较有爱吼，即个私物安尼管，迄个时吼是种真可耻的代志啦，吼。所以讲吼，咱就平常讲动物吼，动物伊有一句哦，迄形容讲啊，叫居前。居民前所闻，吼、哦，有这句话啊。好、哦，那么居民前所的意思就是讲，家，吼、哦，会使讲靠大个来取的吼。那么这也是讲。叫咱哦，讲爱迄个闻鸡起舞，一开始啊时阵哦，天冷要讲的时阵，啊，鸡在咧煮，啊，就讲叫咱爬起来，爱赶紧哦，爬起来训练身体。那么早早来训练身体的时阵哦，自然咱讲哦，讲随着日头的这个变化哦，啊，随着时间的这个哦，的这个改变，所以讲哦，咱爱入出而作，安入乐而死的，哦，一开始啊，注意这样话，啊，暗时间就转来。等下休息啦吼，所以讲吼，他讲家就是一种安怎，一种咧哦休息，还佫休息哦，哦伊会当休息，还佫休息哦，哦，所以讲吼，咱就爱后摆讲吼，亲像家安尼哦，遮尔啊哦，遮尔啊休息啦。那么咱讲前所就是讲，迄个大一个一个是休息哦，哦休息。哦，那么，咱迄个狗啊，不管讲是主人，伊是好养个啥，啊对伊好甲歹，完全拢小相同款啦。狗啊是始终如一个，伊拢哦会当个来看守咱个门外啦。所以讲狗啊是守义哦，并且搁在守忠啦。哦，那么守忠个即款精神，咱是不是讲会当个？那么咱人类哦，与生俱来，咱富有了嘞。当然的，这个正因为同款咯，为虾米靠在咱自身、咱的心中内底啦？讲较紧，就是讲咱已经用错心啦，啊，就是吼，咱就是讲吼，用迄个真心啦。所以吼，伫迄个心道上吼，思想，你讲咱来个吼，舍心道啊，舍心道。
应急、应急、应效，吼、哦，就是讲着重于迄个功德上的物件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而且讲，这安尼哦，就毋是讲静心的行道啦。啊，啥物叫做行道？哦，那么行道就是讲。